哎，李哥，电视坐。哎，李哥，谢谢你，这是我准备的80000块钱。我的签证呢？兄弟，你的签证在我这儿。我的签证怎么会在你这儿呢？咱俩的事儿还没完呢，干嘛呀？要好啊！不是，大哥，我看你是想多了这个事儿。你要干什么呀？你以为我的钱就这么好赚吗？我让你设计的箱子呢？头儿，你说真有意思。有话说有批发，你又有什么高见了？哼，高见吧，不敢。我给你分析一下领导的意图吧。你说吧，我听着呢。哎，头儿，你说吴晓能藏到哪儿啊？这全国都解放了，他也没地儿躲呀。别兜圈子了。你说就在这个酒店对吧？哎，而且用的是马平的假证件，有道理。又要熬通宵喽。是啊，小鱼又要对你有意见了吧？不会。韩小姐，这位美女是谁？你怎么也不给我介绍一下？怎么了，梁董事长？动情了？太聪明的女人。我好怕怕哟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度假村。对呀，马斌的证件也送到这儿来了。哼，他们这回跑不了了。希望如此。这次要是抓到吴晓，打掉珍珍，就可以松口气儿了。你说吧，这个珍珍她也太狡猾了吧？这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见过她。是男是女都不知道，这几年每年都有这么多人从他手上偷渡出去，还死了这么多人，真他妈是个混蛋。注意文明啊！我有的时候啊，真搞不懂，像吴晓这样的人，又有知识又体面，又是在美国受的教育，怎么就做上这毒品的买卖呢？是啊，你说我们这个地区多少年来的偷渡现象就是打不绝啊。改革开放也这么多年了，总是往外跑。哎呦，国外真有那么好？其实都是珍珍这伙人把他们骗到国外去的。是啊，这帮混蛋，我非抓住他们不可。来来来，卓雅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美女啊，人家不但会跳舞，而且还是国外回来的硕士呢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什么？哎呀，你第一次来，大家这么喜欢你，认识一下有什么不好的呀？不早了，该回去了。哎，这么漂亮的美女要走了，你们开心吗？不开心。不开心。你看看，12点了。那怎么了？哎呀，你别再跟我说走的事儿啊！不，真的挺晚了。哎呀，那是我没跟客凡说。哎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。嗯。梁董，这个是我的美女卓雅。哦，很荣幸认识你。你好，梁董。我该回去了。怎么了？你要是玩完就住在我这儿，你就一晚上都舍不得呀？我没跟客凡说。哎呦，行了，你别走了，他都玩挺开心的。哎，要不打个电话说一下？那我要跟客凡打个电话。你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。怎么了？啊，你抓线。哎，这可不是我不让你打啊。客凡一会儿给我打过来。哎呦，他要是打过来，我帮你接还不行吗？误不了你的事儿，瞧你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喝酒喝酒喝酒了啊！来，我不太能喝。为了我们美丽的女士，来，开心，谢谢。你和嫂子有矛盾了吧？行了，聊点别的吧啊！你别急啊，
嫂子这次回来啊，有点不对劲。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啊，嫂子留美的吧，研究生，体面，总在家待着也不是个事儿啊。小屁孩，你懂什么？注意观察。这长夜漫漫，我这不是找你聊会天解解闷儿吗？解闷儿不能拿你嫂子解闷儿啊。好好好好好，我就不聊嫂子，我聊她同学。她的同学怎么了呀？嘿嘿，她同学啊，这韩丹红在这儿当总经理，别让嫂子跟她走得太近乎了。别老说你嫂子了，说说小鱼吧。小鱼儿，小鱼儿怎么了？你这么吊儿郎当的，他父母能看上你吗？我怎么吊儿郎当的了？放心吧，肖队，明天的行动要是抓住吴晓，打掉真真，咱们可得好好庆祝庆祝。哎，肖队，我那时候不就成了大英雄了吗？你呀，不要总想着当英雄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晚上要是不出差错，明天抓住了真真和吴晓，熬这一宿也值了。哎，这煮熟的鸭子呀，飞不了的。你什么态度啊你？老是这么吊儿郎当的样子，能行吗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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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一天到晚吊儿郎当的，行吧？这长夜漫漫的，你怎么一点都不懂得幽默啊？工作时间严肃一点啊。这个我懂。你放心瞧我表现吧。表现？别那么多废话了，赶紧盯着吧啊！行行行行，盯着盯着盯着。卓雅，卓雅，行，你好。哎，卓雅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过来找你啊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好奇，随便走走。走，上屋里聊。我没关门吗？哎呀，我有万能钥匙，可以打开所有的房间。天哪，你们这儿太可怕了！客人没有隐私吗？这在国外可行不通啊。这所有的宾馆都是这样的，要不然谁替你打扫房间啊？哎，你干嘛去了？是不是对我们这儿特感兴趣啊？是啊，你们酒店这么漂亮，我睡不着出去看看。睡不着好啊。我们这儿有几个客人玩高兴了，想凑在一起啊打梭哈，我不会，你要不然替我去凑一家。你在国外待过，肯定会。今天不行啊，丹红，我走累了，有点困了，想休息了。你看你，你不给面子啊？你刚才还说不困的，我这不出去走累了吗？哎呀，亲爱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几个人啊是来东平投资的，老板说得把他们陪高兴了。哎。你就帮我一忙嘛，你把我当三陪女啊？说什么呢你？我只不过让你凑一脚。哎呀，你陪一下嘛。丹红，你真的别害我啊！赌博是违法的，再说我老公又是边防警察，
对他不好的。我怎么能害你呢？这，哎呀，这不是赌博，这就是一点小刺激。哎呀，你就当帮忙嘛，帮帮我吧。今天晚上真的太困了，哎，要不你跟他们说，今天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再玩。我跟他们说，他们就是因为不想睡才凑在一起玩的。哎，你就少睡一会儿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哎呦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。丹红，嗯，我可不想你欠我什么，要不你自己去吧。我要是能去，我还来求你干嘛呀？哎呀，卓雅，我那什么来了？我今天肚子特别疼。哎呀，你帮帮我吧！你可真会挑时候。嘿，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见死不救的铁石心肠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快点，你等着急了。真烦！哎呀，你快点儿。我谢谢你了啊！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去了。我不会的，我不会的。哎呀，来吧，快点。报告，海警巡逻部队发现盖亚号的位置在东经178度。摆尾23度，请指示下午行动。在这儿，这可是公海上啊！告诉他们，严密监视，原地待命。是。报告，胜负小组请示什么时间行动？告诉肖可凡，原地待命，在大队没有到之前，不能轻举妄动。是。醒了，哎，都几点了？快8点了。有情况吗？没有。这郭队什么时候来啊？快了。来，走。哎，可白了，辛苦了啊！早餐没吃吧？行了，别来这套了，赶紧说一下解决方案。你是前线总指挥，你说了算。那行，我听说这儿的老板是你战友的老婆，对吧？你别进去了，省得见了面不好说。哎，我说小可白，小看我是吧？这点觉悟还没有？他要是真有问题的话，我亲手铐他。就等你这句话。哎。啊，市局的同志还没来吧？啊，那你先等等他们，我带人先进去。好吧，走，去吧。你好。你好。请问您有事吗？您是酒店负责人啊？对，我是董事长郑月荣。我们是武警边防总队的，过来检查一下，请你们配合。检查什么呀？例行检查。我们这儿可是政府指定的定点接待单位，一向合法经营。你凭什么检查我们？任何单位都有义务接受我们公安边防的检查。请把旅客的登记簿拿出来。对不起，我们这里的客人都是政府请来的贵客。您真的要检查的话，那我只有请示一下了。哎，我提醒你啊，你是在妨碍执行公务。如果你再不配合，我有权利把你给。让他请示吧。行。我是郑月如。队长，哎，快来，队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嫂子，是这样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咱们这里住进了几个可疑的客人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谁说的？谁泼的脏水？这是？是我，丹红。哎，你疯了？你是怎么着？是这样的，前几天肖警官跟我说，如果有什么可疑的人，就要我通报一下，对吧，肖警官？
对，是我说的。好了好了，你都把人给找来了，我说什么呢？让他们查去吧。各位，请跟我来吧。去吧。是。走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把那个黑色比亚迪给我查一下。啊。嗯。走吧。走。你别多想了，我们啊，这就是例行检查。现在公安边防的同志过来例行检查，所以请大家出示证件。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啊。打搅了。打搅了。各位继续吧。就是这样了。好，谢谢啊，走吧。我们啊，这马上就查完了啊。怎么样？你那边怎么样？客人确实是投资考察团的，是合法证件。都查了吗？只有一间没查。为什么？保安说董事长不让。把门给我打开！等一下，这间房子没你找到人。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给我把门打开！你最好不要看。少废话，打开门！一定要看是吗？好。叫你不看，你非要看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不就是打打牌而已吗？你们留下，调查一下他们的身份。宾馆的监控录像，立刻拿来。走，起来。凡，是我让卓雅去陪那些客人的，就是打打牌，真没什么。没什么，你还想让他干什么？吸毒？不会的。哎，你骂我可以吗？都是我不好，你回去别骂卓雅。你别说了，你告诉卓雅，他想怎么玩怎么玩，我管不着。但是有一点，不要玩过了头，不然的话，我六亲不认。这是中国，不是外国。你的情报怎么回事？刚才葛副市长打电话来，说这批客人是市政府请来的投资考察团。你们这么做，影响极坏。我说过多少次了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不能轻易查金狮湾度假村。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啊？政委，队长，这次行动完全是我的失误。我请求处分，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，整件事情没那么简单，是有人想把事情搞乱。
政委，谁都不是铁算盘，只赚不赔。于青兰说的对，不能以成败论英雄。不过，做咱们这个职业的，犹如在高空中走钢丝，需要高超的平衡技巧，既不能违反法律规定，又不能放掉偷渡分子，弄不好就会摔下去。所以，情报一定要准确无误，咱们的工作一定要细而再细，不能只凭感觉。政委，队长，这次蛇头的作案手法跟以往完全不一样，我在想，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？这里面一定隐藏着一个更大的阴谋。哎呀，我怎么说了半天还是不得要领啊？什么阴谋？谁策划的阴谋？那我问你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？那辆黑色的比亚迪是个关键。快，跟上！我想从这辆车找突破口。我同意。另外，把马平电脑里20个照片打出来，分发到车站、宾馆、码头。如果人一出现，立即抓捕。那我们对干洋号怎么办？先不要动他们，别把蛇头吓跑了。就这样吧，散会。头儿，他会不会已经跑了？很有这种可能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马平现在是我们手里唯一的线索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要24小时蹲守。小月，准备一下设备，监听马平家电话。是。还有那辆黑色的比亚迪，也是重要线索。徐当，跟交管局的同志联系一下，调看一下集石湾度假村周围所有道路的监控。头儿放心吧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我的安去查。除了您说的那些，还有其他的收费站，还有有探头的路口，以及修车店和汽车回收站，我都会通通查一遍的。我就不信他能上天入地。徐警官，马老板呢？马老板不在。他去哪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啊？因为他出去从来不会跟我打招呼的。这样吧，你等他回来，让他务必给我打个电话，好吧？哦哦，我知道了。好，谢谢啊。嗯，好，那您慢走啊。肖参谋，今天度假村住进来一批很特殊的客人，老板说的。我觉得你要不要过来看看啊？我们是边防总队的，过来检查一下，请你们配合。请出示一下身份证。都查了吗？只有一间没查。就这个吧。对。门打开。董事长，他怎么不能开？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给我把门打开。刚才葛副市长打电话来，说这批客人是市政府请来的投资考察团。我说过多少次，没有绝对的把握，不能轻易查金石湾度假村。现在弄成这个样子，怎么办啊？政委，谁都不是铁算盘，只赚不赔。小月，今天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仗义执言。我就是说了句实话。我今天的脸可真是丢大了，还给队里添了那么大的麻烦。丢什么脸呀？破案哪有那么容易的？蛇头智商根本都不低，这些东西都是他们精心策划好的，要不然谁敢铤而走险呢？头儿，你别太往心里去了。就是。
肖队长，我看你没时间逛街，帮你给朱阿姐买了双鞋。你上次不是说她生日快到了吗？女人有时候很在乎这个呢。谢谢。不用谢，发票都在里面，把钱给我啊。一定的。谁啊？甘红。哦。卓雅，你起来了？嗯。啊，几点？我看看。哦，几点了？我该回去了。昨晚的事情，我真的没想到会搞成这样。没事儿，我这就走。哎，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打车回去就行。这不好打车，还是我送你吧。那也行，辛苦你了。我在外面等你。嗯。卓雅，卓雅，要不我陪你上去吧。想见柯凡了？就这时候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是怕。怕什么？如果他跟你吵或者说什么，你千万别说话，你忍着啊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为了你我也会忍的。好了，你快上去吧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拜拜。快上去吧。柯凡，换鞋，我刚拖了地，谢谢。吃饭吧，菜都快凉了。啊，你把饭做好了？早就做好了。嗯，那我洗手去。
了吗？哇，真漂亮！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呀？谢谢你，老公。还记得我是你老公。赶紧吃饭吧。今天怎么想起喝酒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喝点。要吗？你的手怎么了？没什么，被割了一下。我看看。不用看了，我这人人见肉糙，这点伤算不了什么。你怎么不问我？问什么？昨天的事儿啊。有什么好问的？可凡，你心里要是有什么不痛快，或者你要是觉得我哪儿做的不好，你可以骂我两句。别这样好不好？我怎么样了？我干什么了？还是说什么了？我好好的吃吃饭，我怎么了？我什么样啊？你别憋在心里行吗？有什么你可以冲我来，我是你老婆。好好好。对，没错，我现在是有点不高兴，但是我不想冲谁去，我也不想骂人。我自己有点情绪还不行吗？你还要让我干什么？我很难做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，信号好不好？挺清楚的。涛儿，你怎么来了？咱不换班吗？你们俩先回去吧，我盯着。怎么了，桃？这脸色铁青啊！不会和夫人……哪那么多废话？谁要说写崩了？干嘛老打听别人隐私啊？啊？想知道是吧？知道我告诉你，我们好得很，刚吃完饭，喝完茶，还散了步，满意了吧？满意了，赶紧回去。走走。哎，徐涛。你先走吧，小云，你也走。肖队长，你要盯，又要监听，万一有什么情况发生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徐涛，徐涛，我走了。
给我呢。嗯，谢谢。喜欢吗？喜欢，我收到的最好的礼物。小雨啊，对不起啊。嗯，你说什么我都没听见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你买的鞋，他很喜欢。有什么好客气的？反正你都付过钱了吗？老婆，我很好，签证拿到了，钱的事儿还有点小麻烦，我办好了就回，千万别给我打电话，有什么事儿发信息。看完删掉，老公。哎，小鱼啊。嗯。你相信命运吗？嗯，相信，但是有时候也不太信。嗨，跟没说一样。都说，人这一生啊。我是命运安排的，生老病死、结婚嫁娶，可是这命运为什么老是捉弄人呢？对吧？这个问题我还真没想过。我也没想过。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倒是感觉。越来越多的事儿想不明白了。不要学老人说话啊！你才比我大几岁啊？大几岁？大两岁、三岁，那都差别很大的。没情况吧？现在一切正常。有电话进来吗？没有。其实啊，我真的很羡慕你和徐涛啊。羡慕我们俩？嗯。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两个小警察，每天做同样的事情，同样一起办案子，一点新鲜感都没有。哪像你跟卓阿姐，你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圈子，认识不同的朋友，多有新鲜感呀！我觉得，如果两个人感觉没有新鲜感了，就是遇到情感最大挑战的时候了。什么事情都是物极必反的，新鲜感太多的时候，原来的生活都被打乱了。哎，累了吧？我替你一会儿啊。嗯，好。邮件看到了吗？看到了，有进展，说明方向对了。他很受伤，我怎么办？我完全理解。太难了，每天都在演戏。亲爱的，相信你会处理好的，你是个好演员。别开玩笑了，你什么时候能过来？等你那边的消息，时机成熟了就过去。好吧，拜拜。别自作多情啊，没跟你说。哎，周天，没你的啊，是给我们家小鱼儿的。啊，你小子啊，变色梦游。
别这样了，徐涛。来，吃这个。人家有披萨吃，还跟我们抢粘馒头。那我还就想吃这个。哦，顾队长，我告诉你，发现比亚迪查到了，是在东京出口下的高速。你怎么不早说？你给我机会说了吗？清水车辉站，是一条通往海边的公路，四通发达，而且沿途有很多的乡间，查起来挺麻烦的。还能通外省。不可能去外省。那能去哪儿啊？白浪村。对。期待一次新生，灿烂的绽放，用心冲破黑夜，向黎明的方向。青春的色彩是美丽的风景线，纵然生命只留下一瞬间。